希望今天让你们高高兴兴的回家。老三，嗯，陪着你娘，嗯、啊，咱们一块儿看看。慢点啊！来，大娘，慢点儿，咱一块儿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杨桂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找弟弟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弟弟是叫杨桂秋，一岁多的时候在重庆市长寿县火车站和妈妈失散了。另外呢，你还记得在弟弟的背部肩胛骨处有两处方形的胎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接到寻亲任务后，我第一时间整理信息，并在寻家的帖子中进行搜索，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我与杨桂玲的家人取得联系，引导他们在当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开会研讨，梳理线索，并实地走访调查。随后，我们找到了拐卖杨桂秋的案件知情人，并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重庆和江苏、吉林等地警方共同联动，在江苏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孩子，并第一时间为他采集了血样。我们期待能够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妈妈就是为了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所有的苦，那种心痛都自己扛着。妈妈在我心里就是说比任何一个母亲都伟大，因为她付出的是她的全部。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对弟弟说，其实妈妈这些年从来都没放弃过你，每天都在想你，只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表达。
姨、桂林，你们好。别着急，虽然是我自己出来了，但是不一定是坏消息。先缓一缓，听我说好吗？嗯。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是，刚才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疑似男孩，经过我们的确认，他的确是你们家的孩子。别担心，他现在很健康。另外呢，他当年的确是经历了拐卖，后来呢是在江苏徐州的养家长大的。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的养家就是当年的买主。不过很遗憾，他今天没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联系他的时候遭到了他买主养家的极力阻挠，所以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能跟弟弟见上面。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担心，现在江苏警方、重庆警方都已经出动警力，我们要相信在警察的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尽早见到弟弟，对吗？来，阿姨。收买被拐儿童啊，是一种犯罪行为，买主不得采取任何方式阻挠公安机关的解救工作啊。我们会要求重庆公安机关和江苏徐州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解救和侦查的工作。另外呢，我也知道你们现在最着急见的人是谁，这是江苏警方委托我们给你们拿过来的，打开看看。是弟弟的相片吗？打开看看吧。是儿子，长得像我妈妈。嗯，咱把这张照片收好好不好？你收好。嗯，另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要一起去徐州，江苏警方会协助我们尽早见到弟弟。嗯，来，我们一起为铁人妈妈加油吧。节目录制结束后，徐州警方立即派出警力驱车赶往买主家寻找被拐的儿子。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终于见到了儿子。然而我们了解到，儿子在近期刚刚得知身世，这一切对他来说比较突然，所以他声称没有做好见面准备。但我们没有放弃，在经过长达半天时间的沟通后，他表示同意在镜头外和妈妈、姐姐相认。本案中啊，在公安机关的安排之下，这个孩子最终和亲生父母认亲了，能够最终团聚。收买被拐儿童啊是一种犯罪行为，本案中这个收买行为啊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但即使过了追诉时效，在公安机关组织解救和认亲的过程中，买主不得有任何阻挠的行为，否则将会被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在内。按照公安机关的规定，如果被拐儿童不满16周岁，原则上交还亲生父母；如果被拐儿童超过了16周岁，由他本人决定是否跟亲生父母一起生活。但不管是否跟亲生父母一起生活，认亲都是必须的。对这个孩子来讲，他可能不记得小时候曾经被拐过，所以啊，对亲生父母的关爱啊，他有一个适应和接受的阶段，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会给他一些时间，争取啊，让他在感情上和亲生父母能够更加融洽。